优雅的中年女性，对，优雅是我想要那样的。正好是一个撇撇的中年男性。冰冰演的是什么？我演的是一个健身教练，然后他的性格是比较憨厚，然后我的形容词是风骚。那江兰是什么？我在本里是个演员，然后我就用演戏的方式，就是特别做作的跟他演一个，妈妈你怎么能这样？大概是这种。嗯，对，相当于他本身性格是很男人婆那种。很男人的。好吧，我们就去排这个片段吧。我们要从喜剧出发嘛，跟着你突然间就是陪。哎，咋？让你咋？咋？哎，我追你那么多年了。哦，怎么一个反应都没有呢？不可能的事就不要再执着了。好，来，炸了，炸了！来，我都喜欢你这么多年了，你不给我表个态啊？嗯，不可能的事就不要再执着了。那你喜欢忧郁的？哎，优雅你要变成优雅给他看嘛，这个是忧郁的。哦，忧郁嘛，忧郁你要忧郁的舞蹈啊。你喜欢忧郁的吗？就是杨姐什么忧郁舞蹈跳给他听。这个就是喜剧啊，你就要这样解放天性。好，辣木跟谢冰冰又来了。我教你怎么演啊。你最先对我好，就是因为这个嘛。哎呀，医生，谢谢谢啊，获得您的认可。不，认可了个屁！骗子就，你个变奏，你懂我意思？我就泼辣起来了，反正就是突然间翻脸了。你认可了个屁啊！就那不懂你。我可能平时会用一些语言啊，或者说用一些表情啊去，表达，但是他会给我加入很多这种肢体上的动作，我觉得就对我很有帮助。他基本上已经快手把手来教了，他非常清楚怎么样，观众会觉得好笑好玩。下面一组对一下词。我辛辛苦苦养你长大，你就给我找个不要说。您之前一直对我讲健身教练有多好，您忘了吗？谢冰冰就不可靠啊！不，妈妈，你可以给我提建议，你不能左右我的生活。好尬呀，不就尬吗？样子。那我也在想，楠楠她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表现方式。妈妈，你回来了。这个喜剧的本嘛，我可能不太擅长，就是很突兀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，我就很担心，就演不好。娘，我娘，我与冰冰，我与冰冰是真心相爱的，望你成全我们。我这是哪儿的话我都不知道。四川话，四川话很好。对，就是这样啊。刚才挺逗的吧？是吗？对，就是一个尝试，我们要勇敢走出我们的安全区。这个世界不会100%为你而转的。冰冰。多俊一小伙儿，这是哪儿话呀？大连话啊，可以，大连话贼逗，多靠谱。对。怎么男人就不是好东西？对，在你心里就没有好男人。对，你就分开他。哎呦，算是逼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吧。像吴老师说的，来这里就是来犯错的，要成长就够了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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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一次定决，然后又是组内出一整个小品，我觉得我不能拖他们后腿。今天最有价值的是我们这个团队 S 五齐心合力，互相帮助。就是他很闷，然后你倒在他紧，对，一二，加上点肢体就行，一二。他们想，真的是一个小品作品，就蛮感动的。他喜欢火锅，爱喝乌龙茶，不良习惯。那你把外面那条脱掉吧。不要吧，老师啊。要。不要吧。要。脱掉看一看。
是，会还是？哎，这个太好了，把外面那个脱掉，别了，一定要快点，快点，脱了来一下，让我找找感觉。冰冰，把裤子脱掉。对，多好看啊！就在家里，你 one two three four 先跳健身舞。辣木洋子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含辛茹苦养大女儿楠楠，但她仍然热爱生活，努力追求自己的。喜欢吧，省省吧你，热情的。你这叫热情啊！约了人回见，太美了吧！跟着节奏一起来，向左。向右，啊向前，转身加个 pose 向后，冰冰，哎来了快，哎来了，啊向左，啊向右，今天教你贴面舞，贴面舞那很难啊，不难，我。条件呢？那你之前对我的好呢？当然是希望可以得到您的认可。我和奶奶是真心的妈。真是个好孩子。知道阿姨怎么想的？怎么想的？认可个屁！做你妈的梦吧！妈！贴面舞，真是不要个脸了，长了。妈妈。我和冰冰是真心相爱的，成全我们吧。含辛茹苦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就给我找个健身教练。是你之前说健身教练这也好那也好，你忘了吗？此时彼时啊，我一个二婚的跟你黄花大闺女能一样吗？趁早给我断了。妈，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我真的很希望你能认可我们。把戏剧学院那套给我收起来。好，妈，你逼我是吧？你能搞我不能搞啊？我多大岁数了？你才多大岁数啊？我都25了，我还没搞过对象呢。怎么跟妈妈说话呢？我就这么说话，怎么的？你这，二位需要什么服务？让我猜猜看，楠楠。问他。阿姨。问他的。楠楠。问他。阿姨说吧。非跟什么谢彬彬在一起啊？那谢彬彬是个好玩了吗？
怎么他就不是好玩了呢？我就不腻，就要跟他，我就想要他，不是怎么的嘛？我知道了。哎，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有事找王。